新青年跟学和呢，在我来看，在过去的研究里面，都把这两个抗争当成是中国跟西方，而中国是传统的，西方是现代。可是在我的观察，不是。北方血统的胡适等人，他们谈的西方是现代西方，是实用主义的西方，而吴宓、梅光体这些所谈的是古典的西方。西方不是只有现代，而过去我们常常忽略的这种情形。